可是啊，如果你们以后因为我遇到危险麻烦，你们就不要再这么说了。你们就直接说不认识我。我不，我干嘛要否认我认识你？认识就是认识，即便我们20年不见，只要我心里记得你，我依旧会一眼认出你，然后告诉你，告诉别人，我认识你，我记得你，你是我的朋友。可我是个灾星啊，和我亲近的人一个个死去，刚认识的两个同道中人，也因为我多嘴而身陷囹圄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你克不死我，我也不会让别人克死你。我活着上头有神仙罩。我死了，变成鬼也好，神也好，都要在你身边飘着。这样，等有一天你再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，谁仍然知道，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是的，柳家玉常闹鬼的时候，我就想跟你说这些。而且，无论我是人是神是鬼，我都会跟三界大大方方的承认，我认识叶武之。